家好，我是大叔，今天又要来开箱啊，来开这个大家都知道哈、哦，现在很红的，哦，这个萨诺斯的无限手套，哦，这个是那个 Taurus Studio， 哦，就金牛座，哦，这个工作室他们所出的这个无限手套，哦，那这个无限手套呢，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底座跟一个全套，哦，一个手套。那刚刚有看到那个箱子非常的大，那这一支为什么隔那么久才开箱？因为本来，上礼拜就到了，可是呢，到了只到一箱，我一打开，哎，怎么只有一个底座啊？手套在哪？啊，后来是货运长搞错，他有另外一箱没有送到，所以就拖到今天啊，隔了一个礼拜才来开箱。好，那这个哦，当然这上面有所谓的这个无限宝石，哦，然后。底座哎，底座是这个，就是萨诺斯他的那个他的装备的配色，蓝色配上这个金色，哦，然后这个整个古铜色的这个涂装也是很好，哦，但是底座就有点比较粗一点了，啊，它那个线条，你近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线条不是很漂亮，啊，但是手套这边还可以，因为它做的有点古铜嘛，然后又有点战损那样，所以。其实有一点点的瑕疵，在看起来都是合理，但底座你应该是很漂亮，可是它的线条就比较差一点。好，那这个无限手套，好，我们先来看它的细节吧。好，啊，对，还要先来看它的灯。它这个灯呢，刚刚啊，我电插上去也不会动，好，然后还发讯息去问老师，为什么它不会动？好，原来里面有一个遥控器，等等，啊，这个遥控器插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遥控器呢，好，它上面有每一个宝石灯有六个宝石啊哈，这个六个宝石可以单独的控制啊。比方说，我现在要亮第一颗、第二颗、第三颗、第四颗。中间这一颗 ，OK， 这样子，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模式，呼吸灯模式，哦，呼吸灯模式，哦，按下呼吸灯模式，你可以看到它就会这样，好像在呼吸一样，呼吸灯啊，哦，按下来亮起来，按下来亮起来，好，哦，这是呼吸灯模式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这个循环模式，好，哦，它会从一号灯、二号灯、好，哦，四号灯。啊，五号灯、六号灯一直这样亮过来，循环的亮，哦，这个就是循环模式，哦，所以它有单独的灯，然后还有这个呼吸灯，还有这个循环灯模式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它的细节吧，预备 ，Go。
那我们现在刚刚已经看完它的细节哈，这个无限手套的细节。无限手套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在这个 Infinity War 里面呢、啊，哦，无限之战啊里面呢、啊，就是这个大魔王所用的这个终极武器。那之前呢，这个漫威的这个漫威宇宙里面呢、啊，它就是铺成这几颗宝石，哦，在各个比方说复仇者联盟，然后呢这个异星特工队，然后这个奇异博士，好、哦，他们都有一个宝石，一个宝石，好、哦，然后把这些都演完之后，然后现在就是把这个宝石呢全部装在这个无限手套上面，然后呢，现在最流行是这样，对，这样才可以干嘛？有看的人都知道，这样就死一半的人了，全世界不是全世界哦，是整个的这个漫威宇宙里面的一半人都会不见，好、哦，非常的恐怖的一个手套，好，好。然后呢，现在要量一下它的尺寸给你看了，非常的大，OK， 大概有80公分哦，底座40公分左右，非常的大， 80公分。你看大叔的这个，他大概跟我的半身都一样高了，是不是很大一个？啊、哦，非常的巨大的一个手套。那有人说它是金属的，其实它不是金属的啦，它是应该是 poly 或是 FRP 啊，应该不是 FRP 不可能那么轻啦、啊哦、所以它不是金属的、哦、只是它的涂装是古铜色，很像这个金属的、哦、然后我们看到它会转，因为大叔去买了电动转盘，对不对？要当一个专业的开箱一定要有电动转盘、哦、所以呢它会自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OK， 那今天这个无限手套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，好，希望、各位多多支持我们疯狂大叔玩具开箱 ，OK， 继续收看我们哦 ，OK， 拜拜。